人真的是健康最重要。还有出车祸，有很多人出一次车祸，人生就毁了。或者你要来补救是去学校，宁愿你迟到，我不行，我五分钟，我闯红灯，啪就结束了。台中的路真的很危险，台中的公车都当作自己是 F1 赛车在开。哦，可是因为台北的好处是，台北捷运就可以到所有地方了。所以我很多学生上台北，他是没有买机车的，他都坐捷运。而台中机车族太多了。你们听过暗网吗？暗网每年都会比赛一个东西。痛痛大赛，听起来很可爱，对不对？里面很恐怖哦。痛痛大赛是你们的学长跟我讲的，你要暗网你做不到，你要有特殊的网址弹进去。然后痛痛大赛比什么知道？有一个超屌的，他直接把他的那个整个捧在桌上，然后用菜刀剁，然后他因为剁不掉嘛，所以这样咯咯咯咯的剁剁剁。我跟你讲，你用看的一定崩溃。我们上次有看一整天，差点晕倒。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下面很痛。前面那两个看的时候，一边看全班一起叫啊。他一抓去，他就啊，感觉是全班同时剁自己的感觉。第二名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用屁股夹碎玻璃。在林世明抢着一张扑克牌，然后进入。我刚刚想的是黑桃 K。如果你手上这张牌就是你心里刚刚想的牌，这样你不厉害。现在就把手上的牌拿开吧。不是应该开着手吗？好，结束结束。他是跟我学牌。屁啦。